这个是咱们都江堰青城山的和悦别墅，比上期节目的小一号，然而它非常的精美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是它的楼上的一个主卧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来，摄影师小哥哥跟上，超大的卫生间和浴室。来，我们来看到它的第二楼上的这间，也是标准的卫生间，次卧的采光270度。我们看看楼下啊，楼下依然是一个大的落地窗啊，然后一个大的客厅，一个 U 字型的厨房。再看看我们的公共卫生间，一样，这儿有又是一个老人房或者儿童房，一个大衣柜，也是两面通透，落地门。走，咱们再看看外面的小院啊，这个小院就比较别致了。换个角度来看看，这套别院就带大家看完了，有喜欢的请给我私信留言，关注斌哥看。